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电脑影像处理课程。在第七章，我们介绍有关于文字特效的应用。那在这里头的话呢，我们有分成了四个部分。那在前面讲次里头，分别有位同学呢介绍有关于所谓观音文字跟边框火焰文字的这个处理。那在这边，我们呢要为同学呢接着就是介绍。 今天要介绍所谓四“似花啊似雪啊”，产生类似有雪花这样效果的一个文字。来介绍相关步骤之前，为同学介绍我们助讲老师高婉婷，婉婷老师。 嗯、各位同学，大家好。那在今天的讲座里面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视选文字的这个文字特效的这个应用范例。那这个这个视选文字呢，它的这个效果也是蛮有趣的哦。那相信同学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今天的课程。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老师开始我们讲解今天的这个视选文字的这个制作的步骤。这个部分提到了，就是说产生雪花这样的效果。那今天这个步骤也蛮多的，我们就。 进入直接进入到有关于投影片的这个说明，在这里头的话呢，就做所谓试写文字啊、哦，就是有关雪花制作的这个效果。首先，我们就打开一个练习档啊，那我们等于打开呢一个图档出来，那这图档头就是一个呢 RGB 的色彩模式。那在这里头，我们接着呢打开图档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步骤，也就是说呢，我们就直接呢切到色板啊、哦，切到色板这个是活动试穿。 然后接着呢，在互动时上底部，我们右边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呢，一个产生新的这个色板啊、哦、这样的功能。那我们 click 这一个图示之后，按一下这个图示之后，我们就在 R G B 色板原有色板下面呢，自动就会产生一个叫做 a 尔法万色板哦，自动产生一个 a 尔法万色板。那我们就切换到呢 a 尔法万色板啊、哦，这时候呢，在阿尔法万色板里头呢，我们就 要输入呢相关的这个文字，呃呃，这时候我们就选取呢文字工具，啊，文字工具的话，我们一样设定我们的字形，还有大小，另外它的颜色，哦，这三个部分特别框框起来，就是说等一下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这几个地方哦做一个呢适当的一个呢设定。接着我们就在这个色板上面的话呢，就打上这几个字，哦，注意我们目前来讲就是在。 阿尔法万色板啊，我们现在所操作的环境是在阿尔法万色板这边呢，来处理，所以打入了 S N O 啊，Snow s 这样的一个呢文字之后，我们接着对这个文字呢做进一步的呢变形，所以我们就执行了编辑变形说话，还是再强调一遍，目前我们所在的环境啊，所做的这个变形的这个动作的话呢，是在什么？是在 阿尔法万啊，阿尔法万这个色板里头呢所做的这个动作，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就出现了八个控制点啊。那针对这个八个控制点的话呢，啊中间的话就是它的中心点那针对这个八个控制点呢，我们呢要放大，放大的话呢就是往上往右呢拖一。那这时候你可以拖一呢，这个控制点就可以达到了我们这个放大这样的效果。放大完了之后按 Enter 键啊。 那接着就进入到我们第四个步骤，我们针对啊刚刚在 r one 设板所做的这个内容了，我们在做呢所谓的高斯模糊，我们就可以执行滤镜模糊高斯模糊。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强度就可以把它增强大一点，我们设定为了二十，20,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啊。按确定完之后就得到这个结果出来。那我们看看呢高斯模糊执行之前呢跟执行之后的一个比较啊。 左上角是执行高斯模糊的情况，右边已经怎样做模糊化了？哦，同学可以看到呢，明显的这个差异了。然后的话，我们接着呢再做选取、修改、扩张啊，选取、修改、扩张。然后呢，我们设定为了八个像素。现在同学看到画面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虚线哦，虚线就代表我们的选取区域了，已经有了怎样，就原有的 前景内容呢，有往外扩张了啊，虚、哦、线跟有所谓的这个白色、这个灰色这个地方的话呢，已经往外扩张了什么？扩张了八个像素哦，扩张了八个像素。接着再针对扩张的这个范围的话呢，我们做做一个高斯模糊，就是执行滤镜模糊高斯模糊。那一样，我们设定呢，模糊的这个强度是二十个像素哦，所以整个又往外呢延伸了。 像我们看一下呢，它前后之间的这个差异啊，这样的差异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呢，延伸之后第二度高斯模糊后的这个结果那这里头的话就是我们讲到了第一个步骤到第四个步骤，那基本上来讲这四个步骤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打底的工作。那我们呢就请婉婷老师呢为我们做相关的操作示范。 好，那有关这个试选文字的这个步骤的部分呢，我们一样切换到我们的这个 Photoshop 的这个操作界面上来为同学做实际的这个示范。 好，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 Photoshop 的这个操作界面呢，一样我们先开启一张这个背景图哦、喔，那开启档案的方式也是好，这边再做一次复习哈、喔，就是从这个档案的这个下拉式选单里面呢，有这个开启旧档的这个选项。那同学可以选到一张这个啊，你们比较喜欢的照片或者是跟这个雪有关的这个呃影像，当做我们的背景图。 好，那在这边呢，我已经在我的这个呃 Photoshop 的这视窗中，我已经开了一张背景图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切换到我们的这个色板的这个浮动视窗，也就是右下角这边。好，同学要记得先切换到我们的这个色板浮动视窗，然后在这个色板浮动视窗这边呢，我们来建立一个新的 Alpha One 色板。好，那在这边呢，哦，我们之前的示范都是从这个右边好下面的图示右边选过来第二个，好，因为它是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建立新的色板。 好，那在这边的示范呢，我想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从我们的浮动视窗的这个选单，好点选下来之后呢，一样也有一个新增色板的一个选项。好，那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效果，好，跟我们从这个好按下确定之后，跟我们从下面这个按下直接快速的去新增一个建立一个新的色板，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哈。好，那建立出来这个新的色板之后呢？ 我们呢就直接在我们的这个 Alpha One 色板上面呢去做一些好输入好，那这边的话我们一样选到我们左边的这个文字工具好，水平文字工具好，选到水平文字工具之后呢，我们一样去看一下我们的文字的一些设定好，第一个是字体的部分好，那这边我们都会用 Arial Black 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字体是比较粗厚一点的这个字型。 好，所以这边在看效果的时候会比较的明显。好，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同学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字型，可是同学尽量选比较粗厚一点的这种字体。好，再来字体的部分呢，我们配合我们的影像大小呢，好，我们可以设定的就是刚好适中的的这个字体。那以我们这张图片来说，我们就设一百八十个点。好。 然后再接下来呢，好，这边呢文字的部分呢，要请同学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文字的部分呢，我们要输入白色的哈，所以在这边我们这边呢是可能要稍微点选一下我们的字体，好是白色的，好按下确定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在我们的这个阿尔法 one 的色板上面呢去做这个输入的部分，好是 no 的部分，好。 那这边输入完之后呢，我们就按下这个这个呃移动工具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字体呢输入出来。好，那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哈，就是其实这边我们建立的是一个这个遮色片，因为我们是在这个色板的这个浮动视窗去做一个输入。那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在我们的阿 o 法弯色板上面，事实上它是输入一个白色的这个 snow 的这个字体。 好，只是说我们在影像上面的显示呢，好，它是显示透过这个像选举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显示的方式，好，所以它其实两种的显示方式，可是其实它代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好，那在接下来我们一样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色板的这个浮动视窗这边呢，针对 Alpha One 我们刚刚输入的这个 Snow 的这个字呢，去做一些变形，还有一些滤镜的效果。好，那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放大跟这个。 缩放的这个效果，我们就是可以从这个编辑的下拉式选单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变形。好，那里面呢，我们再找到我们的这个缩放的这个选项。好，缩放的这个选项，按下缩放之后呢，好，同学可以看到，按下缩放之后呢，刚刚的这个选取范围的这个字呢，这四个字哈，那它就旁边出现了这个八个节点的这个一个外框。好，那我们就透过这个节点的部分呢。 去做往上，好，或者是往右，就是让它做这个放大的这个效果，哈。那同学可以根据这个画面的这个大小呢，或是你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呢，去做一个调整。好，那调整完之后呢，只要在我们的这个画面上点两下呢，那刚刚的这个外框不见了，就表示我们的缩放也做了一个确定，好，确认的这个动作。好，接着呢，我们继续去针对我们的这个步骤呢，去做一些。 模糊还有一些这个呃扩张的一些动作。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做这个滤镜，做这个高斯模糊的动作。好，所以呢，一样我们从这个滤镜的下拉式选单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模糊的选项。好，然后接着我们看到这个高斯模糊。好，高斯模糊。那在这边呢，我们让它的强度强一点。好，就是二十个像素。好，二十个像素。 好，按下确定之后，好，其实同学可以稍微看到，其实我们的虽然这边看到的是用这个选取范围的方式，可是其实它的话，这个颜色的部分呢也有做模糊的效果。好，那在接下来我们再做一次扩张，就是针对我们目前的选取范围做扩张。所以呢，这边我们就从我们的选取的下拉式选单里面呢，好，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修改，然后做这个扩张的效果。 好，在扩张的效果呢？好，我们就设定八哦。课本上面的这个步骤是用这个八的这个像素来做一个扩张。好，那同学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选取范围呢，针对刚刚看到的这个内部影像的部分，它有做一个往外扩张的动作。好，接着针对这个扩张的选取范围呢，我们再做一次高斯的模糊。所以一样从这个滤镜的下拉式选单里面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模糊，然后高斯模糊。 好，所以同学可以看到，好，这个内部呢，其实它是更加的做模糊化的动作了，强度我们一样给它二十，好，二十个像素，好，按下确定之后呢，好，那接下来同学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影像呢就更加的模糊了，好，那这个是呃我们的步骤一到步骤四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那再请老师我们讲解后面的步骤说明。 刚刚婉婷老师为大家所做的操作示范里头，从步骤二到步骤四，都是在色板里头的呢。啊，色板这个图，这个互动示范里头的阿尔法万色板里头操作哦。所以这个操作环境同学一定要把握住。下面第五个步骤也是一样，我们在呢阿尔法万色板这个环境之下呢来作业。接着我们就透过投影片为同学做更细部的这个说明。在这个地方第五个步骤里头。 哦，刚刚提到了，我们是呢，就阿尔法万色板啊，就阿尔法万色板呢来做滤镜杂性增加杂性这样的处理。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设定它相关的参数啊，总量设定为二十六哦，分布的话呢，一样设定为高斯，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这样的结果。那这个就是呢，增加杂性之后，同学可以看到原有的在阿尔法万色板里头的这个黑白灰色的部分呢。 就呢，打得呢更散了啊，更散了。现、哦、在我们可以看看呢，它前后之间的一个比较，在前后之间的比较来讲的话呢，右下角就是呢，透过所谓增加杂性哦，那里头的这个呃混色的这个情况呢，就可以看出呢更明显的。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呢第六个步骤。那在第六步骤这边要提醒同学的话，同学有看到啊，在第六步骤的一开始就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是回到。 涂层的这个浮动试穿哦，刚刚在步骤五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它是在什么？是在色板的这个呢？浮动试穿里头呢？啊，我万的这个作用，涂层作用图板里头。那现在呢，我们要回到这里啊、哦。那回到这里的话呢，涂层浮动试穿，我们再新增一个啊、哦，最底部这边我们第二个这个地方啊、哦，右边第二个地方新增一个涂层那就会在。 背景这个图层上面呢，自动啊就会加上一个图层一啊。那我们目前作用中的图层呢，就是图层一。好，我们再看下面，在下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这里头影像的这个结果里头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选取的这个区域啊、哦，因为我们刚刚在阿尔万色板所做的这个处理呢，现在回到图层啊、哦，就会看到选取区域。那图这个选取区域的话，等一下我们所做的效果。 就会在什么？就会在图层一上面呢来做处理。好，接着呢，我们来做呢进一步的哦选取、修改、羽化。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羽化的强度就设为五。完了之后，我们按确定。确定之后的话，就是刚刚选取的区域，同学可以看到呢羽化的效果。现在同学应该比较清楚了，羽化的效果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比较出出现了一些圆弧形啊、哦，就是选取范围的话呢。 会偏产生了比较柔化的这样的效果。那接着的话呢，我们就对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填入呢白色哦，白色的。假如预设是前景色是白色的时候，我们就填入白色。在这个部分，这位同学呢介绍到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也就是步骤五跟步骤六，我们会再请婉婷老师为大家呢做操作示范。 好，有关刚刚老师所讲解的这个步骤五跟步骤六呢，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操作界面上面来为同学做继续的这个示范。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画面上啊、呃，现在停留的还是刚刚的步骤是完成的这个动作哈，就是刚刚做了针对我们的这个 Alpha One 板上面的这个 Snow 上面输入的字去做一些呃滤镜的这个模糊，还有一些这个呃缩放的这个动作。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针对这个 Alpha One 板上面的这个 Snow 的这个字呢，去做这个杂讯的一个呃的这个设定。 好，那一样我们就透过这个滤镜下拉式选单里面呢，我们找到这个杂讯。好，杂讯里面呢，我们选择这个增加杂讯。好，增加杂讯的这个选项。好。 好，那增加杂讯的这边呢，我们这边的设定呢，总量我们就设定百分之二十六。那分布的部分呢，我们就选择高斯的这个分布。好，设定好之后呢，按下我们的确定按钮之后呢，好，其实我们在这个影像上面也稍微看到哦，其实它也有一点点这个杂讯的这个出现了。好，接下来这边完成都是在我们刚刚的这个。 色板的这个浮动视窗，这个 Alpha One 的色板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影像上面哈，针对图层的部分，好去做一些设定了。好，所以接着呢，我们就现在都是在色板这边哈，浮动视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图层了哈。所以这边回到我们的图层之后呢，好，请同学在这边有一个动作。 好，也就是第六个步骤的第一个小动作非常的重要哈，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图层的这个浮动视窗要去新增一个图层，好，新增一个图层，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很快的用我们这个快速建哈建立新图层的方式去建立一个图层。那同学可以看到，我一建立完图层之后呢，好，刚刚在阿尔法万色版的这个 Snow 的字体呢，它就呈现在我们的这个。 图层一上面呢，好就呈现在我们的这个选取范围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刚刚的这个选取范围，它直接建立在我们的图层一的这个图层上面了。好，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个选取范围呢做这个羽化的动作。好，所以选取范围已经确定好了，要做羽化呢，就从这个选取的下拉式选单里面呢选择这个修改，然后呢最后一个选项羽化，好羽化的动作。 好，按下确定之后呢，这边呢强度我们不需要，不用太强哈、哦，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稍微做一个调整，设定成五个像素就好了。好，设定好之后，按下确定。好，那同学可以看到，它的边缘其实有一点点的变模糊，就是变圆滑了哈、哦，就是有这个羽化五的这个效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前景色呢，现在是黑色的，但是我们等一下呢，一样要透过 a u t o 加 Backspace 的方式呢，去填入前景色。所以前景色的这个部分呢，要请同学呢稍微调整一下，把它调成白色的。好，所以还记得吗？我们可以用前景背景交换的这个按钮呢，好按一下就可以把前景色变成白色了。好，这时候我们再按下我们键盘上面的 a u t o 加 Backspace。Back 好，把我们的白色，也就是前景色呢，填入到我们的目前的选取范围里头。好，那目前做到这个步骤呢，就是步骤五到步骤六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再请老师我们讲解后最后的几个步骤。谢谢婉婷老师有关步骤五、步骤六的操作说明。我们稍作休息，再为同学介绍最后两个步骤。 刚刚婉宁老师提到了，就是说步骤六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切入到所谓图层啊，图层这个互动试装的状态之下呢，来呢处理。下面呢，我们第七个啊，第七个步骤一样是在呢图层啊，图层这个互动试装里头，图层一这边呢所做的处理，我们就透过投影片为同学介绍相关的内容。在这里的话呢，第七个步骤我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还是在图层一的状态之下呢，进行滤镜演算上色光源效果。这个画面，同学注意一下。我们先注意看右边哦，有几个地方，同学呢在课本上最好呢也把它做一下记号。也就是说，往后你在做操作的时候，这叠地地方的设定呢稍微留意一下。第一个来讲，先看右边哦，这、就是、光源的类型哦，我们选择呢聚光哦，这边有三种的光哦，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先选择聚光。 然后呢，在光泽的部分跟材质的部分，我们接着负六十这个地方，更重要一点，最后在下面这个地方纹理色板啊，纹、哦、理这色板，同学现在有没有看到画面上？好、哦，纹理色板这边我们选取的是阿尔法 one，我记得哦，是阿尔法 one。这阿尔法 one 的这个色板来讲，实际上就是我们步骤二三四五在这个阿尔法色板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好、哦，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把它用上来啊、哦，所以这地方纹理色板这边记得。 要选起阿尔法万色板，接着看左边，啊、哦，左半部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做光源的效果。那这时候的话呢，同学可以看到，在正中央、哦，核心那个是呢，我们打光的这个呢中心点，在中心点的四周、哦，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四个控制点。那这四个控制点加上这个打光的这个中心点呢，事实上我们。 在做处理的时候呢，都可以调整哦。也就是个你可以拖移这几个控制点跟中心点呢，来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那第一次的话，同学可以先参照像课本的这样的情况。那事实上，这样在应用的时候呢，你自己可以呢做适当的拖移调整它的什么打光的这个效果。确定完之后，我们打按确定，按确定完之后呢，大初步就可以得到呢这样的效果出来。那我们看看。 打光源效果的前后这两张图哦，这两张同学可以看到，左上角是还没有呢产生光源效果，右边哦右下角就是我们已经做了演算上色光源效果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哦，这个、可以看出来了，我们打出来这个光哦，光源的这个效果的话呢，它的这个结果，他们可以做一个呢前后的一个比较。下面呢，我们再来看，接着呢，我们接着再做呢。 所谓的滤镜模糊、动态模糊，也就是说，我们在图层一楼刚刚做的第一个动作是做什么？刚刚第一个动作呢是做光源效果，第二个再加上呢，所谓的呢动态模糊哦，动态模糊那一样呢，我们的角度初步这边设定为四十，然后呢间距呢设为十，这样的一个结果，动态模糊后之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这样一个内容出来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个前后的比较啊。 前头的比较来讲呢，就是说呢，我们打光完之后，我们在做动态模糊。那事实上呢，这时候呢，已经呢，这个效果已经有一个，我们刚刚角度有四十度，我、哦、大概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接着，我们再进入第八个步骤。第八个步骤的话，我们刚刚一再强调，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个处理哦，不管你是呢动态模糊或是光影效果，我们都是在什么？ 图层一这边哦，都是在图层一这边所做的处理。那到了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我们接着哦就在呢左上角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图层的混合模式，平常预设的话是正常，现在呢，朋友看到哦，我们现在呢就把它改成什么？改成时光哦，时光这样的效果出来。所以这个是呢我们第八个动作哦，第八个动作。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看一下。接着呢，在 十哦，图层一这边的话呢，我们在做一个复制的一个效果。那复制效果就是你拖一图层一到怎样到底部哦，底部这边的话呢右边第二个，然后的话呢这个新增，但是呢你用拖的方式，它就會变成复制哦，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图层一 copy 哦，图层一 copy 就是对图层一呢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复制的动作哦，做一个复制的,的动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哦，这时候。 这样一个情况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内容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改变之后的话呢，我们再过来呢，在图层这边，我们呢，图层一卡比这个地方哦，我们对于它的混合模式哦，我们呢本来是时光哦，本来是时光，我们现在呢，为了让它呢产生雪花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现在在呢这边呢，混合模式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溶解哦，他记得哦，哦，这地方是混合模式啊，把它改成溶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出来。现在呢，就是呢，产生哦，就是我们的图层一卡比它的混合模式改成溶解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雪花效果出来哦。所以这里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对照，右下角这边就是呢，我们把图层一卡比呢，它的混合模式呢改成溶解，这样一个结果出来，那。 这个部分哦，就是基本的这个说明呢，为同学介绍到这个地方。那至于操作示范的话，一样请我们的婉婷老师为同学做相关的示范操作。好，那关于这个试学文字的最后这两个步骤呢，我们一样就回到我们的这个电脑操作界面来为同学做这个示范。好，我们回到我们这个 Photoshop 的画面，那目前停留的是到这个步骤六的步的。 部分哈，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图层的浮动视窗这边有一个新的这个图层。好，那接下来我们针对继续在这个图层一这边呢，我们去做这个滤镜的这个光源的效果的一个的这个执行哈。好，那我们就一样从这个滤镜的下拉式选单下面呢，我们找到演算上色的这个选项。好，里面呢会有一个这个光源效果，就是打光的一个效果。好，那点选到它之后呢？ 好，就会出现一个这个光源效果的一个设定。那这边的设定值，同学要参考课本上面的一个步骤哈。第一个是光源类型这边呢，请同学选到这个聚光的这个效果。好，然后再来光泽的部分呢，这边呢，同学可以设定就是好，我们都把它设定成负六十跟负好负六十。 好，那在金属跟塑胶的这个材质的部分呢，也让我们设定好，直接就输入负六十。60, 好，然后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产生出来的是这个雪的这个效果，所以颜色的部分呢，好，同学也可以稍微做一下调整。好，那以课本为例呢，它是挑一个这个蓝色啦，然后一个浅蓝色的这个颜色。好，那这边我们就也挑了一个浅蓝色的部分。好，好，选好之后呢，按下确定。好。 然后接着呢，下面有一个纹理色板，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哈，因为这是刚刚你在做这个阿法万色板的时候，那些调整呢，全部都是为了等一下的这个效果。所以这边呢，好，这个纹理色板这个地方呢，请同学一定要特别选到我们的阿法万色板，好，一定要选到我们的阿法万色板。 好，那跳到阿发万色板之后，同学可以看到我们左边的这个预览视窗呢。好，其实它就有一点点这个效果出来了。那如果同学觉得这个效果，诶、欸，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楚，或是它不是那么的满意呢，同学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去做一个这个调整，就是这个椭圆形的部分。好，同学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好，比方说让它亮一点，那同学就可以把它拉的宽大一点。 好，那挑挑到你喜欢的效果之后呢，按下确定之后呢，它就会套用在我们的这个影像上面了。好，它就会套用在我们的这个影像上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做这个动态模糊的动作。好，所以一样是从滤镜的下拉式选单里面呢找到模糊的这个选项。好，那我们找到动态模糊，好，找到动态模糊。 好，设定的地方呢，角度我们就设四十度。好，那间距的部分呢，我们就设十个像素。好，然后这边没有问题，就按下确定。好，接着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图层浮动视窗。好。 基本上我们目前的效果差不多完成了，只剩下一两个小小的设定。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这个图层呢的这个样式呢，好，在我们这个图层浮动视窗左上角这边呢，我们要稍微呢设定成这个时光的这个效果，好，让它有这个穿透的这个感觉哈，让这个字可以穿透到这个背景上面。好，所以这个是时光的一个效果。好，再接下来我们再。 另外复制一个图层，哈，制作雪花的这个效果，好，所以怎么样复制图层呢？就把图层一这个图层呢往下拉，拉到这个新增图层的部分。好，那图层一拷贝这这个部分呢，一样我们在左上角的这个样式的呃影像样式的这个部分呢，好，图层样式的部分呢，我们就选择溶解这个选项，那它就会有一个这个呃这个。 呃，雪花的这个效果好，所以到目前为止，好，我们只要把图层这两个设定设定好了，我们的雪花文字、视觉文字就完成了。谢谢婉婷老师的操作示范，今天的课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周再见。